大家好，我是谢忠，是本次全球华人庆祝亚太裔传统文化夜暨国际儿童节云端晚会的组委会主席。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三个重要的节日，首先是亚太裔传统文化月，也就是每年的五月，我们庆祝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宣扬我们对主流社会做出的贡献。然后明天5月31号是 Memorial Day， 也就是美国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后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云端才艺大赛，分三个小组，器乐、舞蹈和声乐。我想在这里代表组委会感谢来自全球五大洲的200多个组织和媒体对这次晚会和才艺大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感谢组委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对这次晚会和才艺大赛辛勤的努力和奉献。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Thank you.
我是南半球的 Y 小敏，坐标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带你一起去看非洲的美景。Jerusalem, Ikayalami, Ilondoloze, Uhambenami, Zumangishilana, Jerusalem, Ikayalami, Ilondoloze, Uhambenami, Zumangishilana.Dao yami, alikolana, buso wami, aukolana. Ilondoloze, zuhambenami. Happy Children's Day! 大家好，我是格格，来自日本东京，非常高兴参加环球之星2021年全球华人庆祝亚太裔传统文化月国际儿童节云端晚会，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声与微笑。今天是我的儿童节哦，也是大家的儿童节，祝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我的歌来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此遍野春花，将此遍野春花。Yeah.
一天又一天，这样好多年，全班的聚会迟迟没实现，都说想见面，却抽不出时间。我们到了尴尬的中年，兄弟和姐妹偶尔有小聚会，重复的话题说了千百回，谁喜欢过谁，谁谁色一对，往事历历，美酒一杯。兄弟你在哪里，生活疏远了我们的联系。姐妹你在哪里，时光模糊了我们的情谊。你们喜欢吗？我们的班级同学几十好几，多少个名字你还能想起，那是青春期，逗得很着急，老师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男生寝室里有太多秘密，老师和女生是八卦的主题，女生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说我的，其实男生也有一样的问题。兄弟藏在心底，就算失去了彼此的消息，姐妹在回忆里，时间越长记忆越清晰。兄弟藏在心底，就算失去了彼此的消息，姐妹在回忆里，时间越长记忆越清晰，记忆越长记忆越清晰。谢谢大家。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睡得轻。回头看他有没有哭，夜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thank you.
这土